会踩着踏板，一旁伙伴加油的好起劲。哎呀，只剩最后十秒，得加速冲刺。年轻创世代们在安利创业者表扬大会上玩得不亦乐乎，不过尽管可是有备而来，期待能透过满满的事业大平台，让想望可以落地。希望自己也是不断坚持学习，然后改变自己，成为更好自己之后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因为给朋友最好的礼物是机会嘛，所以就会想要，哎，我觉得这边很好，如果朋友也觉得很好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这边努力。每个人来应该都可以听到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收获回去之后，我觉得还要付诸行动。轻松点选生活作息小测验，检视自我生活期许，就可以发现如何改善，才能往目标更加迈进。我希望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，可以做自己的时间的主人，而不是像被人家一直做决定，一直被决定。就是目标要很明确，可是行动也要一致。学到的价值是除了钱的以外，还有更多的价值。如果有机会在明年我跟我儿子能够就会来上滴滴。看着成功榜，目标就在眼前，期待伙伴一起排除万难，齐心达成目标，迈向成功之路。安心黄镇杨静台北报道。